开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来这个重点啊，这个我们来先创一只角色，这个好像那个蛋卷的这个造型。嗯。啊，算了，就这样啊。然后下巴呢，我们可以稍微调一下啊、哦，我们下巴它可以变长变短，然后这个是就是变凸。哦，我知道你们就想要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就把它调成这样。我本人不是嘛，我跟你讲，捏好看，每个人都会捏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呢，就是来捏，把它捏得很奇怪。妈，你好像我自己以为快吐了。眼距可以稍微这个调一下。哎，不对，我这样捏的话，这只角色我要玩蛮久的。哦，鼻子还可以歪哦哦哦，原来他这个鼻子还可以选择歪左或歪右啊，歪哦歪左边好了，我也偏左边。我感觉我快要突破这个系统的限制了，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这鼻子都坏了。嘴巴歪左边，让鼻子看起来更歪的感觉。下唇两侧哦，这个很细耶，它可以哦，所以它可以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吗？我们真心觉得角色，我也角色觉得可怜。你们在其他游戏之中有办法把这个角色捏得这么细致的吗？嘴唇的底色也可以换一下啊，对不对？颜色也我们就这样，然后给他一点腮红，好，就挂两横在这个脸上吧。再来就是。再来就是发型的部分啦，哦，我跟你讲啊，梁老师，发型呢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哦。OK， 就这个了，这个看起来最吸引我了。它这有个幸运运测，我的捏脸评分狂七分，力六分，艾尔是什么幸运倾向七煞啊、推荐身份是游侠，好，保存本地。右下角还有 ID 哦，蛋卷精英风侧服。等一下啊，我先来看一下哈、哦。啊，好，现在可以、哦、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个观赏你这个你自己捏的这个精美的这个角色啊、哦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立马开始演这个游戏啦！连转过去，拜托。每个人的脸都捏着这样子，都是那样美女，都是过目就忘了。只有我这张过目不忘，不是你是吧？你路上遇到我，看过我之后，哎、欸，之后再遇到我，你绝对认得我。没错吧？今天这里被我们爆了，都给我滚蛋！是，他是外国人是吗？他是不是很厉害啊？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哎呀呀！你们还敢还手？靠我大辽帮的侍卫给你们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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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！哦，他这个攻击是真的有点华丽哦。哎、欸，中的是很顺畅哎，不知道为啥。我手机不是很旧了吗？哎呦，他很硬哎，这个家伙很硬哎。我闪！先打打，然后浮空，再打打打打打。解决，他电都没了。还没开放，为何能玩？没有，我现在在那个精英封测啊，来介绍给你们看。这边有很多这个奇遇啊，跟这些剧情等着你们自己去慢慢的发展。这谁？我、哦、这狐狸哦，来来来，狐狸，来来来，我看一下你的脸，你看，来来来，让我看看你的脸。反正我今天就只是做个对比，我要让大家知道说哈，这个游戏的这个上角部分呢有多么的厉害，它可以把人物捏得这么可爱，跟这么的丑，上下限如此之高。看一下他的衣柜，
这衣服这一套感觉好像也很精致哎。不，我们把脸遮起来嘛，我们把脸遮起来嘛。你假设好了，你今天捏得很好看，有没有这样子哈？然后我们这样调一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好可爱，有没有？好可爱哦，这套有没有？感觉是那种狐狸的毛茸茸的，对不对？妆容，吓到了。快打！我浮空！咻！先把右边这几个给解决了。我怎么好像一直在空招啊？他怎么都忽然都不会动了、啊？这几个。我来会会你。好，他要来了，来吧！我！我可以把他腾浮空吗？不行欸，他好像是有那个霸体之类的、欸。要破防才可以，是不是？好，反正这个是剧情模式，应该是随便按就可以过了。破！有点本事。介绍一下拍照的系统吗？好啊。不是，我们不一定要拍自己嘛，但是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这边呢，我们不只可以拍自己，我们也可以拍这个美丽的风景，我们也是可以拍别人，对不对？然后或是说呢，你想要拍自己也是可以的啊。哦，他这边还有这个可以用哦，有天气可以选，还有动作可以选。好，我现在这边都是锁起来的，还可以美化，可以修图。镜头的参数还可以调景深、焦距跟广角。好，聊天室记得，如果你们这个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点我那个聊天室的网址呢，即可广快预约啊。因为现在这个游戏还没有正式开始啊，你可以赶快这个预约这款游戏。然后呢，它是有抽的，可以抽 iPhone 12 Pro Max 跟 AirPods Max。各位。预约了吗？还没预约的话，赶快。